那一些放空的公司也在看机会，但放空的公司就是说公司越惨，我们股票跌越多，很赚越多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制度好像三千，我想不通哎，什么状况？但这个制度就是存在我们市场，所以我想我们只要可以盈利，证明我们过去一年可以成长100多，去年我们成长多少%？110%。那个。